朋友们，周末好，我是老孟，欢迎做客本周的文化下午茶。在咱们省磨盘村山城遗址考古项目获得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后啊，这吉林省考古所的考古队员们是再次出发，他们要通过田野调查解答关于金代末期东夏国的很多疑问。这记者呢跟着考古队员们是翻山越岭，最大的体会就是累呀。洮南市文物管理所的谭晓明曾与孟庆旭、魏佳明一起参加过长白山池南区老黑河遗址群的项目发掘。这次东夏国东部山城的田野调查，考古队从珲春三家子乡裴优古城带回来的标本由他负责清理。清理之后把它 摆好，晾干，晾干之后进行那啥，进行那个统一的编号。你看这个口沿卷的，过去这个它那个碗，它那个沿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时期它那个口沿那个卷度了或者是形式它不都不一样啊。通过这个口沿能判断它那个哪个年代的，哪个时期的。在标本清理过后，还有拍照和绘图等一系列工序。同样来自洮南市文物管理所的董伟佳则负责这项工作。以前我们是手绘，然后呢现在大部分都是用 PS 直接在电脑上绘图，这样方便修改。然后它这个是它的平面，这是它的剖面，然后平面和剖面所有的点都要在一条线上，这样才能更直观地体现出这个标本的具体形态。然后这个就是它是底，这是顶，然后这是它的口沿的位置，甚至它上面这个就是烧制的过程中有那个鼓胀的现象的这个体现方式啥的，都在这个剖面上都要表现出来，不然你通过平面你看不出来。考古队分工不同，但每个人都在各自负责的领域中勤恳踏实地工作着。夜已深，灯微亮，93年出生的李宁宁是考古队年龄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女孩子。去年西北大学研究生毕业，今年3月份刚被招进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条件艰苦的田野调查方向，离开课堂奔向田野，让他与考古来了一次近距离的亲密接触。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自己理解的和现场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比方说以前明哥跟我讲说这样的是房址，以前可能会因为书本上会告诉你这个已经是房址了，但是来到了实地你会发现你需要自己去辨别什么样的是房址，什么样的是城墙，这是一个新的把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的一个角度吧。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里发的每一个工地所要求的考古日志，对今天跑的城址的形制，然后内容，包括采集标本的详细情况，以及这个城址的性质，对一些城址的一些数据啊，会画一些草图，在实践中去了解、体会、认识。追寻的路或许没有终点，但考古人在断壁残垣、砖石瓦砾中却能探寻无穷的奥妙。他们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性格，却有着相同的工作态度，细致、严谨、认真。迎着清晨的阳光，考古队一行人赶往距离珲春市区130多公里的春化乡草坪村东的城墙喇子山城。山城周长将近10公里，修筑在巍然的山脊上。据珲春县志记载，1923年，城内居民曾掘得过一枚方形直钮铜印，旁刻“大同6年李都造”7个字，印文为德虎卢府军政之印。大同是东夏国使用过的年号，此次前往，考古队期待找到跟东夏国相关的其他线索。这个山城呢，是在这个珲春河上游，然后一个两河交汇处中间的一个小山地上。这城面积非常大，我们今天去的主要调查的主要目的就是看这个大型城址，它的这个平面布局，然后通过地表采集遗物再判断一下它的年代。珲春河流域这些山城和这个磨盘村山城之间的，从大的空间角度上看，他们的相互关系。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后，考古队一行人来到城墙喇子山脚，轻装简行的准备进山。这会儿啥也没有攀呢，这个上不了。我把前走前面有上有能上的地方。走走走，一人先吃饱饭。进山的坡很陡，两拳厚的落叶下满是泥泞，踩进去容易，抬起来费力，但这些对考古队员来说早已司空见惯。这城里真能装老多人，但是有没有那些人不知道。正常来说是山城山口应该修的房子，现在没看到。两个多小时的跋涉，考古队并没有获得东夏国相关的新发现。山中天气多变，正午的阳光躲进了乌云，担心下雨影响调查进度，孟庆旭决定先就地解决午饭再出发。对于考古队员来说，漫山遍野跑调查，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面包香肠是常年的标配。昨天在培优城附近挖的一点山野菜变成了抢手货。哎呀，我现在嘴里全是苦味儿。头零吃的吗？啊，不挖我是一口不动。然后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江西那小子，他老愿意吃苦瓜炒肉了。然后每次我让他给我带饭，他就给我带苦瓜炒肉。嗯，不吃不行。后来感觉，哎，这苦瓜炒肉也挺好吃。已经吃不顺，苦啊。他说这不一定苦，跟他不太好。嗯，苦中有乐，乐在其中。调查中看到的山林间静谧景色，呼吸到的乡野间清新空气，对于考古人来说也是另外一种幸福。这个山城基本走一半了，现在看起来这个山城吧和咱们预想的相差比较远，目前没有发现一点早期的这个就是辽金时期的这个遗迹现象，看到的都是一些现代的这个战壕。目前来看，这些战壕应该是二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个侵占我国东北的时候与苏联进行边境冲突的时候所修建的，因为这个地方离当年这个张古峰战役地点就不远。战壕、碉堡、地印子，这些日伪时期的遗迹将为后续研究近现代历史提供新的线索。此前城墙喇子山城没有非常完整的测绘图，这次谭晓明开着地图轨迹一路标注行进点，回去后在电脑上勾勒出完整的山城平面图，为日后山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提供重要参考。经过了五个多小时的调研，考古队下山返回珲春驻地。咱们今天吧，首先咱先到了那个这个当地叫二道关那个地方，完了，记载是门口有个采石场，然后咱们绕过去那个采石场，开始往山上拔，相对高度大概有150米到200米那样，然后咱们围着这个城向北，走到最北端这个西北，然后从东北角呢，咱们绕到那个一道关这个位置，平面距离10公里，但是实际上咱们肯定要走的比它多一些。我们目前呢，现在已经跑了这个吉林蛟河、敦化、这安土，然后现在在跑这个珲春，就预计要跑的，包括这个延吉周边，就是延吉、活龙、龙井，然后还有这个图门，这四个区域跑完了呢，我们整个东吴山城调查的北线就跑完了，南线呢，包括从这个辽源到梅河口、通化这一线，包括到一直到这个白山，这一线我们打算。今年在这个6月份之前尽量把这些都跑完，跑完之后我们会对我们所有的调查成果进行复盘，然后进行一个筛查，筛查出哪些城址我们在调查过程中有遗漏，
或者是这个城址没做清楚，我们会进行复查。在一边复查的过程中呢，一边整理资料，然后大约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之前，我们会出一部正式的这个金城镇东部金东夏城址的一个正式的考古调查报告。吉林考古是中国边疆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吉林东部东夏国城址的田野调查是首次大范围的东夏国时期专项考古调查。通过寻找东夏国东部边界线的历史文化信息，将对后续研究这一北方割据政权的历史产生重要的意义。拍过很多次考古，记录田野考古调查却是第一次，感觉像是用一张大网把历史长河里散落的珍珠筛选出来，难度极大，是体力与意志的双重磨砺。可他们却饱含热情与责任感，坚持做着这件事儿。他们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有多么重要，多么有意义，这是属于考古人的骄傲与坚定。他们虽然不善表达，可他们却是真正的胸中有天地的人，也是我钦佩和喜欢的人。源自大自然的颜色赋予了中国画色彩的奥秘。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去吉林省博物院看看那些由矿物颜料所绘制的花鸟画，体验一下徜徉诗书画间如临世外桃源的感觉吧。本次展览共展出吉林省博物院院藏工笔花鸟画45件，宋人1件，清代15件，于飞案、张大千、谢志流等近现代以来工笔花鸟画名家作品皆包罗其中。展览形式上有立轴、扇面、侧页、手卷等，展出作品按年代顺序依次排开。这幅是南宋时期的百花图卷，这幅百花图是1964年由张伯驹先生捐献给博物馆的，质地绢本，五款，整体呢有17段内容，其中有11段描绘的是花卉，有蜀葵、荷花，还有蕙莲。画面在构图上呢采取了八字构图法，两两相对。百花图卷中历经近千年，花朵颜色却鲜艳如新，这是因为当时的创作者所用颜料为天然矿物颜料。为了方便参观者更直观地了解古画绘制过程，展览前期吉林省博物院的张磊和杨静一同还原了百花图卷上的一段长春花，并将研磨好的矿物颜料一同展出。另外还专门陈列了工笔花鸟画所用的材料和工具。这边是颜料的部分，像洋红，它是用胭脂虫所制造出来的。这边是花青和藤黄，它们都属于植物色。这两块呢就是墨，它是油烟墨和松烟墨。像松烟，它没有光泽，但是它很厚重，所以都用于禽鸟的羽毛、蝴蝶的翅膀。像那幅于飞案的蛱蝶图，中的蝴蝶就是用松烟墨染出来的。画家绘画用笔用色十分考究，牡丹蛱蝶图是于飞案工笔花鸟画中的一幅，牡丹富丽，蛱蝶生动，给人自然亲近之感，这也是于飞案作品的一贯风格。他说花鸟画又画得朝气蓬勃，使人乍后如亲临其境，如欣赏鲜花和活泼的虫鸟一样，消除掉一天的疲容，更感生活幸福。工笔花鸟搭配瘦金体，于飞案的作品自成一派，他也为现代工笔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样作为近现代画家，刘奎宁可谓近代动物画的一代宗师。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幅作品是近现代画家刘奎玲先生的作品，他自幼学习郎世宁，他把西画法的诗画法和中国传统画的墨骨点染相结合，创立了这种湿地丝毛的技法。我们看到的这幅孔雀的翅膀就是采用了湿地丝毛的技法所绘制的，所显示出来的效果就是柔软厚重栩栩如生的感觉。赏花赏鸟，45幅花鸟画作品，愿观者徜徉花鸟间，感一年四季莺飞燕舞，欣欣向荣。告别了省博的花鸟画，我们再去认识一位北漂了十年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呀，是个性十足，独具一格。他就是从咱们东北走出去的书法家王春山。渐渐书法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所追求的自由随性的心境。王春山，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他自幼随父亲研习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展并获奖。10年前，王春山带着自己对书法独到的见解和追求，离开东北老家，前往北京探寻书法艺术的新思路。10年后，他带着自己北漂期间的作品来到吉林省美术馆展出，并把这个展取名为寄我所托。寄我所托是这样的，是当时我在想，我京漂10年，我是为了书法艺术，我要学成了，我还要回归养我生我的这个咱们吉林这个白山松水，所以我把这个我的第一个展览放到吉林。另外呢，寄我所托实际上是源于《兰亭序》当中有一句话叫因寄所托，所以我起了这个名字。我想这个展厅所有的作品就是我此刻最好的一个表达，最好的一个寄托。在这70幅参展作品中，有行书、隶书、章草、大篆等多种书体。这一幅隶书《沁园春·雪九条屏》是本次展览中最醒目的作品，整体运笔极具个性，大气磅礴，可见作者的功底深厚。通篇设计最为巧妙的部分还是字符首尾的留白。所以书法当中最重要的是要讲究留白。林散老师是著名的大草书艺术家，他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到位，他说的是什么呢？手黑方知白可贵。白是什么？就是书法的留白空间。我们强调的是什么？书法的矛盾关系，就把这个字和字之间的距离，这个气包住了，下面再巧妙的一个留白，给人特别舒服的感觉。王春山的书法作品受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影响颇多，气势磅礴，纵笔豪放。祭侄文稿是颜真卿于唐乾元元年创作的行书书法作品，与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北宋苏轼的《黄州寒食帖》并称为天下三大行书，全文共234字，追叙了颜真卿之侄颜季明在安禄山叛乱时挺身而出，坚决抵抗，以致父陷子死，朝清卵覆，取义成人之事。通篇用笔之间情如潮涌，字字泣血，笔笔厚重，内容更是反复斟酌，多次修改，以告家人的在天之灵。这一篇祭文看似潦草，却饱含深情。王春山带着自己对颜真卿书法的见解临摹祭侄文稿，也在本次展览中展出。我独钟颜鲁公的原因是啥呢？一是颜鲁公开创了外拓型笔法，写字的时候向外扩张，做古章状，他和王羲之的内页法向里凹正好相反，所以他这个字啊越写大，笔画越厚重越粗犷，他越容易立得住。他这个字的线条，它是篆皱笔，强调线条忠实，这是颜鲁公非常明显的特征。颜鲁公这个字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是草稿，
就是因为它的自然的东西，没有任何雕琢，没有任何设计，但是却是最好的，所以我非常喜欢他的这个作品，这也是我临摹他的 N 多稿当中的一稿。心之所向，道法自然。纵观王春山的书法作品，简洁朴实，独具一格，集趣味性、观赏性于一体，如行云流水，妙趣天成。在过去这京剧名旦的新编戏里啊，基本每个人都有一出集唱腔艺术之大成的戏，比方说梅兰芳先生有《太真外传》，荀慧生先生呢有《霍小玉》，而张君秋先生应该就是《西厢记》了。近日，张君秋先生的亲传弟子侯胜梅就为大家再现了这部张派名剧。唱腔华丽，扮相俊美，舞台上扮演崔莺莺的就是张派青衣侯胜梅。侯胜梅是京剧张派艺术的创始人张君秋先生的亲传弟子，此番他在长春的大众剧场为观众带来的就是张派名剧《西厢记》。张派名剧《西厢记》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剧作家田汉先生根据元代王实甫创作的杂剧《西厢记》改编而成。《西厢记》全剧共十一场戏，张君秋先生在剧中设计了大量新颖的唱腔，而田汉先生则对构架做了一些修整，打破了以往传统戏只重主演的常规，让男主人公张巩这个人物有了一定的篇幅。饰演张巩的演员是吉林省戏曲剧院京剧团的小生演员常风鹤，他也凭借《西厢记》张巩这个角色获得了第25届上海白玉兰新人奖。这个唱腔当中它是倒板起，倒板唱到一半的时候，扬鞭催马嘟，它是唱到一半的时候上场，所以是很有特色的。然后再到了舞台上亮相之后，长安王，它继续在唱下边的这个。接下来的唱腔就是有倒板、原版，然后还有西皮流水，还有快板，然后后边还有二黄的唱段。对于小生在这种配角剧目当中，唱腔板式其实相对是比较丰富的。京剧《西厢记》在音乐设计方面不只是用了几个与众不同的花腔，该剧腔调板式的布局运用到不同板式之间与音乐的衔接等等，都做了全新的构思。在《琴心》这场戏中，四平调这个曲牌就贯穿整场戏，大胆的就是把一场戏基本都是四平调，板式就是特别悠扬非常委婉动听的表现崔莺莺这种想抗拒哈母亲给他安排的这种婚姻，他不喜欢啊。在这出戏中，除了慢板，几乎将京剧固有的皮黄腔调中的所有板式都用上了。这在京剧的传统剧目当中是没有的，唱腔不仅板式丰富，更是前所未有的创新。七梁萧寺那边有三个慢板的腔给它放到原版里边了就是使这个唱腔更加紧凑。你要是唱一个大慢板的话，感觉就是拖拉，就感觉很不紧凑。
相继的唱腔不但新颖别致，而且文词更为华美。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双林醉，总是离人泪。这原著中的千古绝唱，在最后一场戏送别中，被崔莺莺这个角色用反二黄的版式唱了出来。《西厢记》这部千古名剧能够在京剧当中得到再现和流传，归功于才华横溢的田汉、张君秋等一代大师的精心创作。如今离创作《西厢记》已经过去60多年了，而《西厢记》里的那些唱段还是会让观众赞叹不已。熟悉的音乐，经典的画面，让人回想起影片中的种种场景。近日，长影周末音乐会之典藏经典交响音乐会在长影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由吕德青年指挥家、长影乐团常任指挥刘宇倾情执棒。长影乐团一连演奏了《海上钢琴师》《星球大战》《拯救大兵瑞恩》等十余首经典电影配乐，赢得观众热情喝彩。当然我们这个电影院不是完全是电影的音乐，而是在于我们很多作曲家把这个音乐重新编辑改编之后可以拿到音乐厅来演奏的这么一种音乐形式。比较有特点的呢，这里面比方像海上钢琴师的这首呢，就说特别开头它这种完全以钢琴做独奏的形式出现的其实不是很多。那么我们选这么一套作品呢，一是呢强调它的观赏性，二是呢其实它还是有很强的这种技术性的。近日由吉林出版集团出版的《红色家书纸上的纪录片》一书在长春市新华书店与读者见面。这本书的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院教师陈学晶，他以30位革命先烈的家书为解读文本，以大量的日记、档案、亲近者的口述等第一手资料为素材，为读者呈现了既有信念又有温度的红色经典。活爆剧的表演作为他们星期天的主要工作，各位能够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严谨同时有序的生活。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在本书的分享会上，吉林出版集团邀请到了大型文献纪录片《东北抗联》导演左勋，吉林省委党校教授李立，东师东安实验学校学生成长发展中心主任马春雨，通过对每一封家书的解读，了解背后的故事，带领读者重温了革命先烈们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我是老孟，咱们下周再见。